明報報導，中學文憑試筆試上月20日結束。考評局話，今年有40學生人次曾經在筆試期間向考評局報告需要接受強制檢測，其中8人次缺席考試。至於竹篙灣檢疫中心首次隔離市場，先後有7個考生應考，涉及9科筆試。考評局話，有考生試前一晚才知道要強制檢疫，考評局連夜準備試卷和物資，安排申請手續。大公報報導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和范徐麗泰會面，就加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和推廣宣傳憲法和基本法交換意見。他說，政府非常重視有關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和教育工作，希望香港市民，尤其是青少年，能夠全面、正確、深入認識憲法和基本法，增強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和認同感，培養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，並提高他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。